你到底是谁？大刀，为了今天，我已经等了10年了。你想知道我是谁，林墨？怎么不讲讲我们的故事？ 她是陈生的女儿。陈生的女儿？你想起来了？你想起我的父亲了？我当然记得你父亲。我不仅记得他，我还记得你。你小的时候，我还抱过你。 和你父亲是东京医科大学的同学，你就出生在日本，这些你还不知道吧？你的父亲是我们班里最优秀的同学之一，本来可以有个美好的前程，可惜呀！可惜你杀了他。 你就是因为这个要绑架我，要报复我吗？那还用问吗？我亲眼看见你害死我的父母，血债血偿。你不会真的以为你可以老死在病床上吧？我和你的父亲曾经是很好的朋友，可是，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问题上，意见不一致。令人遗憾的是，你的父亲他背叛了我们共同的导师。 偷走了我们共同研究的资源，所以你父亲的死，那是一个背叛者应有的惩罚。研究资源，就是研究怎样用瘟疫去害死中国人吗？你就不怕遭到报应？你就不怕你们的国家遭到报应吗？陈春雪，你这样做无异于自杀。 你已经被包围了，你不可能活着离开这个房子。只要你放下武器，过去的事情我们既往不咎，并且保证你的安全。我今天来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去。啊！啊！ 小雪，小雪，小雪，不好了！外面来了好多日本人，他们已经把这里全部包围了。去拿枪！快，快！鸟山，鸟山，鸟山！ 陈春雪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放下武器，投降吧！陈春雪，这样的挣扎是毫无意义的，抵抗。
只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混蛋！快，强攻！高博，在这守着，小妹，走。 陈春雪，我来了。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否则你的上司会死得很惨的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很简单，今天把你叫来，就是想仔细的跟你算一笔账，不要干傻事，以免我诬杀了你的日本主子。 你那怎么样？找到了没有？找到了。说吧，你要算什么账？ 你知道吗？江秋宁、夏宝珠，他们都是我最尊重的人，就像是我的亲人。可是，因为你，他们永远的离开了。陈春雪，你没那么幼稚吧？这是战争，但是他们不是军人。这场战争不应该把他们卷进来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。 是因为你们的侵略，让他们失去了平静的生活，抓起了枪，你们因此要接受惩罚。来，开门，行动！好，来，快点！好了，炸弹呢？在这儿呢。 少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一直很想知道，你作为一个中国人，你替日本人卖命，这是为什么？你帮着日本人屠杀中国人，又是为了什么？怎么，你无话可说了？我只能说人各有志。陈春雪，你只不过是个杀手，你不会明白我选择的方向。 一个目标的实现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代价？
我想，我比你更明白。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说这些吗？当然不是。那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要给你一个惊喜。什么惊喜？一会儿你就会知道了。情况出事了，跟我来，快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人！快救火！快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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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报告长官，刚才接到电话，松江的工厂遇到袭击，被大火包围了。什么？我们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。陈雪，这是最后的机会，给你一分钟的考虑时间，放下武器，走出房子，不要小看我的善意，更不要怀疑我的决心。雪姐，走，走，走，小雪姐，在这里教授走，走，走，真雪，放下武器，走出房子，这是最后的20秒钟，20秒以后，我将下令强攻。不能没有李教授。20、19，走，小雪姐。17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。我想看见我儿子了。9、8、7，你走吧，小雪姐。5